前面有佛菩萨。入家门知规矩，慈济志工行菩萨道，除了要虚心学习外，行住坐卧也要端正有威仪。衣服怎么穿，领带如何打，从没有自己打过领带的姚家伟认真练习着。加入慈济第三年的他，改变了一生的坏习气，抽烟啊，喝酒啊，赌博啊，就是现在全部都戒掉了。但是在戒的过程中，就是蛮辛苦的啦。但是每一次，我就说我是一个慈济人嘛。我不可以抽烟，我不可以喝酒，我不可以赌博，对吗？就是那种信念就戒了。2013年，因为观赏了一场水忏演绎，深受感动，从此加入慈济，成为他戒掉坏习气的动力。现在的他休闲活动从赌赛马改成参加志工访视，记录美善。在镜头背后的他，每每做慈善都特有感触。像想到都感触蛮大的啦。就是那天晚上真的蛮冻的，但三度，从下雨，他真的属于我们去，帮忙，帮他们，让他们的心温暖一点。他说加入慈济后脾气变好了，懂得知足，也从自私的个性转为乐于助人的慈济志工。大爱新闻雷雅柯信志台北报道。